谢谢主席，朋友委员林正等22人，针对行政院环境保护这个保护署，在9月25日报告修正有关于开发行为环境影响评估作业的组织当中，部分条文的草案拟增列第5项的一个规定，那就是开发基地位于原住民保留地者，应检讨 原住民族主管机关以及当地原住民族的征询意见或是同意的文件，表征了环境影响评估作业程序，也已经关注到我们原住民族土地以及自然资源的维护事项，但是却未真正的、确实的落实我们原住民族基本法第21条规定对于原住民族地区土地以及同意参与的程序，这个制止所。 所欲的，而且仅仅只需要办理咨询的评议的程序，与原住民族基本法的意志有所出格。我们希望这个依法来纠正。